南投县社造联盟促进会为了关怀弱势家庭以及独居长者，日前在埔里镇梅村社区办理中秋农情月圆月香的活动，邀请埔里地区弱势家庭以及长辈们到梅村社区亲手制作月饼，让这些弱势族群也能够在中秋将近之际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今天哈喜欢成立哈，一年以来哈，咱的社造联盟啊，今天伊都伫埔里梅村社区遮办理这做月饼，啊，主要是关心这弱势团体啦吼，甲这残障人士的，是希望阮透过这个关系，会当互大家对咱社区的爱心的，吼，会当做一个互人大家知影。梅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王秋平感谢南投县社造联盟促进会来到梅村社区办理关怀弱势的活动，也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能够让社区长辈以及弱势家庭能够提早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佳节。我们今天梅村社区是协助我们南投县社造联盟协会有没有一起办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关怀活动。那感谢我们社造联盟的理事长跟各位干部长官来到我们梅村社区，给我们梅村社区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由我们梅村社区的一个老师来教大家一起做月饼的部分，然后共同欢庆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先远黄世芳肯定南投县社造联盟促进会以及梅村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一起来关怀弱势家庭，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中秋节的氛围。很高兴这个南投县社造联盟由张理事长所带领的南投县的一些社区到我们埔里的梅村社区来做这个中秋团圆还有这个关怀弱势家庭的这个做月饼的活动。那我想透过这个活动带领全县的社区联盟社造联盟来一起关怀弱势，让弱势的家庭能感觉到即将中秋到来可以让家里的人可以来团圆月圆人团圆这样。副议长潘一全肯定南投县社造联盟促进会的用心，中秋佳节将至，也希望社会各界也能够共同来帮助社会弱势族群，让他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